大家好啊，2024欧洲杯小组赛，罗马尼亚与乌克兰，这个预测啊，罗马尼亚跟这个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比赛呢，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啊。罗马尼亚一直以来啊，是欧洲足球的一支劲旅啊，而这个乌克兰是最近这几年才崛起的，成为了欧洲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在这场比赛当中啊，就是罗马尼亚可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。首先从这个两队的实力来看啊，罗马尼亚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啊表现出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守能力，他们这个前锋啊拥有多名实力出众的这些球员啊，前锋有这个米哈伊，中场呢巴拉克等等，他们这个攻击力啊足以让对手防不胜防。而这个乌克兰虽然有一些这个实力不俗的球员啊，但整体实力呢略逊于罗马尼亚。再一个，从这个比赛战术和策略来看啊，罗马尼亚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战术啊，他们可能会利用快速的传球啊和高效的进攻来打破乌克兰的防御啊。而这个乌克兰呢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以防止罗马尼亚他这个反击。在这种战术之下吧，罗马尼亚呢可能会占据更多的控球权和这个进攻的机会啊，这也增加了罗马尼亚获胜的机会。从这个比赛运气和这个竞技状态来看啊，罗马尼亚呢也拥有一定的优势。他们这些球员啊在过去比赛中表现出色，而且这个状态非常的稳定啊。乌克兰呢也是一些球员表现非常出色啊，但整体来说啊不如罗马尼亚。这个罗马尼亚呢还拥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教练啊，还有训练团队啊，这也是对比赛这个结果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当然了，这个比赛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包括球员的健康状态呀、天气啊、场地条件等等。反正就是说基于这些分析吧啊，就是还是认为这个罗马尼亚获胜的可能性呢更大一些。罗马尼亚与乌克兰这场比赛啊，这是个人的观点与预测，比赛结果呢还会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。无论如何啊，我们都会为这场精彩的比赛啊加油助威。感谢大家收看啊，拜拜。